刚才是高峰，对，跟栾云平是。高峰是个好演员啊，是吗？卖力气，下功夫了，话筒都湿了啊，这下什么功夫了？啊，至于到那儿去吗？那水，嗨，哎，不像话。哎呦，完没完了您这。那他下去休息一会儿去，是得休息了。换上我跟于老师来了，再说一段呗。这是中国相声界的圣人，你瞧这太过分了，您说这来的各位，你们来着了是吗？真的啊，今天这场演出啊，嗯，两大幸事。哪两件事？第一，就看见于老师哦，真人哦，看见真人就幸事了。谢谢各位啊，您还真捧。第二点，嗯，我要给你们介绍于老师了。啊，这我要倒霉了。我能瞎说吗？不能瞎说吗？于老师在我心中是这份儿的。哦，好，这个人好到什么程度？好什么程度啊？他连洗头房都没去过。这代表什么呀？这个洗头房是20年前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娱乐方式。谁说的？一个不大的小房间，点着一个粉色的灯。嗯，里边坐着一个大姐姐，哦，化着妆。嗯，她说她那是美容美发。是，你把那个房子拆了，连一把梳子都找不着。人家不用那工具。很多相声演员都到那儿去。哦，说是采风。采风？具体情况咱不了解啊。我知道了，就是于老师没有去过这个地方。啊，咱不去那地方。他什么都不懂。很单纯，他打那儿过就走过去了，就是过去嘛，非得里边那大姐姐敲窗户喊他，还叫噔噔噔，嗯，玩会儿嘛，嚯，谁玩谁呀、啊、这个，不是怎么这么粗的声？于老师能吓一跳啊，啊，就是，多少钱？别问价儿，不进去我还问什么价儿啊？没去过。就是不去。我认识的说相声的这演员里边有俩没去过这个地方。哟，除了我还有谁呀、啊？那个人叫孙越，大胖子，跟岳云鹏一块儿那胖子是捧哏的，他没有去过这个地方，也是单纯进不去，嗨，门太窄是吗？300多斤呐、啊，啊，进不去。是，他让那大姐出来。嗯，大姐不出去。怎么？人说我们这行没有露天作业的。废话，还整词儿还露天作业呢？这个事情不大，我只是告诉你们，啊、于老师在我心中的分量，啊，就那么重。真的，我没有见过这么疼人的人。怎么叫疼人呢？你比如像这种演出，啊，演完之后到后台我换衣服，我都要躲着于老师。干嘛躲我呀？你看，脱了大褂，换了裤子，脱了袜子，换鞋。是。他要是看见我那个袜子，他一把就抢走。我干嘛呀？要给我洗袜子。我这么贱呢？就是这么疼人。啊，这叫疼人。咱们心里边过意不去。是。50的人了，给我洗袜子。嗯。你给我撂下。对。我一说抢，他就急了。怎么急？拿过我的袜子就塞嘴里了。这啊？我把袜子塞嘴里了。怎么弄？哦。回去洗完了，晾干净了，给我送回来。嗯、你瞧瞧，这咱心里，哎呀，嗯，热乎乎的，过意不去了。就是得躲着他，是吧？包括住了酒店也是，嗯，上我那屋串门去，你说能不让去吗？那哥们儿之间串个门，上我这屋来，先奔洗手间，干嘛呀？看看有没有没洗的袜子。我上瘾了是怎么着？我这个拿回去洗啊、嗯，要是有没洗的裤衩那个更好了，更好了。我都不敢抢，你一抢就塞嘴里。裤衩也塞嘴里啊？你怎么弄啊？有的时候连着几天忙，有时候堆的衣服也多，顾不过来洗。哦，3条4条裤衩，哎呀，乐了就不行了。我这激动了，抱着往回跑啊，回屋洗。哎呀，熨得干干净净的，给你送回来。哎呦，亲哥们儿也就这样了呀，比亲的还亲呢。那是啊，嗯，那回也是拿走3条裤衩。哎呀，回去我仨裤衩他拿走洗去。哦，结果洗完了去。忘了啊，给我送回2条来，我还以为验2条呢。嗯，
送回两条来。嗯，我有一条裤衩，他没拿回来，没忘了，他以为是他的呢，弄乱了呗，穿上了。嗯，一回家到家一脱裤子，他媳妇乐了。啊，你怎么穿郭德纲的裤衩？对，他怎么知道的？他这像话吗？您这，您这越说事儿越大啊！是哥，你们可不能瞎想啊！这还不瞎想？不能瞎想。因为谦儿哥跟嫂夫人的感情，嗯，那是针插不入，水泼不进。我们是有基础的，人家两口子那感情青梅木马。对，木马呀，什么马？青梅竹马。青梅竹马。对，打小一块儿，我们仨打小一块儿，光屁股长大的。怎么又光屁股？光不光屁股？不光。你们就不会穿上点吗？后来穿上点啊。以前也没。嫂子在我心里边，反正很重要。又很重要，真的。我无论有什么心里别扭的事儿，哎呦难受，哎呦过不去了，哦，谁劝我都没用，啊，到最后就是他媳妇儿，一定能够把我说服。怎么那么别扭这词儿？你看，这个词儿写出来一点毛病也没有，是说出来可有毛病。那是你理解的问题，只能说明你龌龊。我的心地是善良，哦，并且干净的。那我也往好了想呗。那你就得往好处想。是啊，啊，嫂子跟他疼我，就是真是当亲人一样。是，你看有的时候我忙忙活活，我一回家啊，刚待会儿，于谦打电话，干嘛呀？叫我上他们家吃饭去。啊，我这不管正忙着，电话响了。啊，于谦，德刚，嗯，上家来吃饭来呀？是啊，滚！就是干嘛这态度啊？不见外，您这也太不见外了。您这一会儿电话过来了，啊，菜都炒得了还得叫滚，还这个。嗯，待会儿又来了。嗯，怎么了？我爱听这句是怎么着，我老问滚，还是这个。嗯，挂电话。哦，两分钟。嗯，嫂子电话过来了。他干嘛？你要死啊？嗯，上家吃饭来。嗯，来喽。哎，滚！像话吗？他一叫你就那么痛快就去了？老嫂比母啊！哦，那意思能一样吗？嗯，嫂子叫我去，赶紧吧。真去了？洗洗澡，换换衣裳，喷点香水。你这是干嘛去了？嫂子找我呀！啊，哦，到这儿了。哎，于谦的家到了，伸手拍门。嗯，啪啪啪，这是拍门的吗？这个你啪啪啪，什么动静呢？啪呀！行了，你这按门铃吗？你不会？哦，有门铃，多新鲜！啪啪啪！嗨，什么缺德的门铃啊？这是哪儿买的？真好啊！没有，你进门不进呢？门开了啊！嫂子出现在门口。她开的门吗？穿着一个超短裙。你这什么天穿超短裙？在家里怕什么？又何况不那么短。哦，到哪儿啊？锁骨。对，锁骨，那不是超短裙，那叫假领子，那叫。它上头这个边儿啊，在锁骨的上头。啊，是我问下边。在锁骨的下头。这还那么长吗？这不是？不是在这儿。嗯，啊，哎，这差不多得了。嫂子好，这还挺规矩。嫂子那个大气。他说什么？死鬼！哎呦，提上秋裤就不认账。提什么秋裤？啊，你不上家玩来了呢？啊，嗯，啊，快进来。我这才进来。啊啊，一大桌子菜都摆好了，给我让到上边坐着。你瞧，还主位。主位。啊，嫂子坐边陪着我。嗯，谦儿哥在厨房正炒菜呢。我石头饭呢。一听说我来了，啊，谦儿哥要看看我啊。哦，你先等一会儿。你这干嘛？我要现形啊？是怎么着？我正炒菜呢，炒菜我干嘛这样？我拿着炒勺，拿着铲子，啊啊，不得看看我？我行了，我再弄一身油啊。嗯，你们先吃着，可不是吗？哎，谦儿哥做饭，嗯，我跟嫂子坐那儿，俩人先吃着。哦，嫂子来，嗯，吃豆腐。对，吃什么豆腐？麻婆豆腐。您说清楚了，吃豆腐啊？哎呦，谢谢嫂子啊。嗯，还给我蒸了一盘金华火腿，那是肉菜。嫂子，这是什么菜啊？不认识。你是不是傻？怎么了？有一腿。你们俩这事儿非明面说是吗？避讳点不成？
煎炒烹炸焖溜熬炖啊，谦哥弄了一桌子菜，嗯，都忙活完了，于老师把东西撂下，嗯，围裙摘下来，是要坐下来吃饭，赶紧吃口东西，要坐还没坐呢，嗯，嫂子端了一杯凉啤酒，是累了吧，嘿，喝，那你看看，谦接过来一饮而尽，哎，我这验尿呢是怎么？有沫子，我是那尿也有沫子，那个，哎对，把杯放那儿，嗯，刚要坐下，是他媳妇儿说了，什么？谦儿啊，啊，我想喝点老北京的豆汁儿，这是北京小吃，出了北京外地没人喝啊，它跟豆浆不一样，嗯，它是用绿豆的下脚料发酵的，哎，酸的，喝这个东西开胃。就是北京有是啊，你给我去买点豆汁儿吧。哦，想喝豆汁儿啊，上那个前门大街一带买去。就是南城多啊，南城，北京南城有这个。对，他们家住在北京的锦北边。怎么锦北？他墙后边就是张家口。嚯，这大吊脚啊，这个。啊，谦儿，你去给我买吧。嗯，你别开车去了。怎么了？你喝酒了。那不是尿吗？不是你给我的酒，你让我给你买豆汁儿去？你骑自行车去。哦，哎，这一去57公里，少说。媳妇儿疼人呢。啊，你骑车去，骑车去吧。那是，谦儿，去吧。想喝吗？换衣裳啊，穿个草绿色的上衣，啊，墨绿色的裤子，是。翡翠色的大皮鞋，哥，哎呀，蚕豆色的帽子，哎，我一身绿，配上军大衣啊，推出了那辆外国品牌的自行车，什么牌子呀 ？Green， 还是绿的呀？那飞驰而去，赶紧走。你算算啊，他走的时候傍晚7点多，那吃饭口吗？他回来已经将近12点了，差不多。他走了，嫂子照顾我吃啊吃啊，啊，差不多了。我说我嫂子，我也不能吃不了了啊，是吧？我给你包点饺子吃吧。怎么还包饺子？哎，现吃现煮，老吃着烫嘴的啊。你看看，有这么句话你听过没有？你想说什么呀？好吃啊，不如饺子。后边呢？好玩啊啊，可不如包饺子。您这个没有这么开玩笑的，啊！你想他回来，我们都吃的受不了，我们俩都喝多了，啊！他拿着豆汁儿回来，好家伙，12点了，哦，现在叫我们两个，啊，起来，起来，睡了都，喝多了吗？啊，这儿起来啊！嗯，嫂子说，我又想吃天津的煎饼果子了。你瞧，这想的还挺多。你这回开车去吧。废话，上天津我再骑自行车去。于谦东西撂下来啊，开汽车，啊，走了。哦，你想到天津几点了？几点？煎饼又得是早点，啊，就得等到6、7点钟才能出摊儿。这就一宿。买完了再回来，困得不行了，马路边睡了会儿。哎呀，他回来已经中午1点了。这就一宿一天。我急得都不行了。是怎么呢？你怎么还不回来？啊，我得回家呀！啊，你早回家多好啊！就我走了，我不放心呐。是啊，就说明我们这个交情。哦，这我们两家其实就跟一家是一样。啊，您这么一说，就跟一家就是一样。有点什么事儿都得我上家给解决去。有什么事儿需要你解决？他给人出去串戏去了。啊，电影找他帮忙，去串戏去了。哦，媳妇问他怎么样，累不累啊？嗯，他在外头给回一个，太累了。嗯，才睡了3个小时。哦，这个手机上那词组是自动蹦的啊。对，他一点错了。我发生什么了？才睡了3个小时，改成才睡了3个小姐。哎，我就单这词儿错呀。媳妇一看太累了，才睡了3个小姐。啊，嗯，那能不打架吗？那是非打起来不可。回来媳妇哭啊闹啊。嗯，你上门口跪着去吧。啊，跪着。谦儿真听话啊，开门出去，在楼道跪着。你瞧，是听话。这个事儿就得是我来解决。哥们儿来吧，给我打一电话啊。德刚，嗯，滚。
我都跪着了还怎么滚呢？我兄弟滚。这好，一会儿嫂子给我打电话了。啊啊，这就去，这就去，这就什么叫这就去？你听见什么了？就这就去。来了，到门口一瞧，好、啊，跟门口跪着呢。是啊。怎么了？啊，乐祸了，你嫂子急了。啊啊，没事没事，我劝劝去啊。是。低头。对，迈过去。你瞧我跪这地方。我进屋。嗯。他在外边把门给关上了，在门口跪着。你瞧，我还放风呢，我还。哎谢谢啊！谁跟你客气了？晚上7点我来的，啊，劝到转天上午10点半。你瞧，我还不如买豆汁儿去呢，我跟这跪着。一天云彩散，劝开了，劝开，我得回家呀。你就不应该来，你看。啊、后来我说，我说你们两口子再打架，别带上我。怎么？而且你们，我觉得应该是要个孩子了。要孩子？你老这样，你一天到晚老矫情哪行啊？哦，你要个孩子吗？孩子是纽带嘛。谦儿乐了，嗯、哦啊，受累受累受累，谁受累呀、啊？要孩子跟你道什么辛苦？就是我给他出这个主意，他觉得很好，是主意吗？哎，啊，后来这不就是嫂夫人有孕了吗？怀了。哦啊，我都挺高兴，我也挺高兴。怎么老有你呀、啊、这里呢？我走到街上，好多人说、啊、你看他这精神状态，这跟有了孩子似的。你看，哎，我挺高兴，是怎么那么碎的、哦？这替我哥哥高兴啊。包括快生之前嘛，是带着去做检查拍片子。嗯，我跟谦儿我们俩人带着嫂子一块儿去。老有他这里头。不是啊、嗯、医院那个大夫跟咱是朋友。哦，你的关系。到人给看这片子嘛。啊，嫂子坐这儿，他坐那儿，我在这边。是大夫拿着片子。嗯，看看片子，看看于谦儿。哦，看看片子，看看我。嗯，于老师。嗯、啊、这孩子不是你的呀。啊，钱儿就傻了啊！我这个冷汗都下来了。你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他媳妇儿一转身，咕咚就跪下了。哦，钱儿，对不起。怎么着？大夫把这片子放下。嗯。又拿起一张来。嗯。这张才是你的。嗨，哪有这么大喘气的呀？这医者父母心。哎，掐死他的心啊！这后来，嗯，生一大胖小子，还是生了吗？起名叫郭小宝。对啊，没听说过啊，姓于，这就看出咱的为人来了啊。做好事不留名，嘿，留个信儿得了。行了，自从有了孩子之后，家里边再也不吵架了，那就挺好的了。可是于老师添一毛病，我怎么着？只要一出来，啊，每半个钟头必须给孩子打电话，就想孩子。喂。嗯、儿子啊，叫的，对对对对对，是我，我叫于谦。嗯，这还用介绍吗？对对对 对, 对，你爷爷和太爷都叫于谦。别废话，所以你也得叫于谦哦。一家子都叫一名，咱们是于谦世家。哎，行了，好的，我想你了，儿子。说正事儿。哎，挂了，没事了，这就完了。哎，啊，半个钟头，于谦。你猜猜我是谁？没别人。你是于谦。对对对对对，拜拜。就为坐实这么一个是吗？每半个钟头打一电话。哦，哎，尤其一出门在外边，那回出事了。怎么了？上山东演出去啊，到洗手间，于老师上厕所有一特点。怎么？不会用坐便。那就平房住惯了，必须得蹲便。是，马桶也得踩着两边，在上头。哎、嗯、哎，踩好了还怕摔着啊、嗯、那是稳当。踩好了拿手机，嗯，一不留神这手机夸掉马桶里边了。哟，整卡在那口那啊，下来要捞，嗯，来一短信，嗡、掉下去了。嗨，在咱这时候来短信呢？打厕所哭出来了，哟，眼泪哗哗的、啊、完了，我失去我的儿子了。没有，我再也不能跟我儿子打电话了。这叫什么话？我再也不能问我儿子我是谁了。问啊，我的人生怎么这么黑暗呢、啊、这就完了。坐在后台哭了都不行了。是啊，孩子们都劝大爷别哭，滚。不行，你别难过，滚啊！我过去劝他，啊，你再买个手机。对，哎，好了，就差这么一句是吗？出去买个手机回来啊。喂啊，你猜猜我是谁？接着来。你是谁呀、啊、你看你看你看
一个钟头他就想不起来我是谁了啊。儿子，我给你提个醒。什么？晚上妈妈跟谁睡觉呀？是啊，王叔叔。我去，后来啊，行了，还有后来呢？您这爱跟于老师在一块儿说相声啊，真的这人非常的好，谢谢。真的，我台上说的这个很多都是真事儿。对，谁说的？怎么成真事儿了？包括他这个没有去过洗头房，真的啊，与现实略有一点点出入。你看有出入吧？他就去过一次。你瞧，他单这点出入啊？怎么？哎，这也不怪他。他是因为这个洗头房贴了个条，写的什么呀？明天拆迁，今天最后一天，不来的是傻子。我就怕当傻子。哎，于老师去了，啊，一进门啊，呵，太好了，没来过这儿，高兴。于老师，我热啊，于老师脱吧啊，脱的跟他爸爸进青花池似的。好家伙，那就都脱了。刚脱完啊，警察叔叔来了，弄走，娘走了，就等警察呢。哎，到派出所。一溜都抱着脑袋跟那蹲着，都逮起来了。警察叔叔说：“给家打电话吧。”嗯，家里来人接也行。哦，单位来领导也行。瞧多尴尬！一会儿就听乱套了啊。嗯，有单位领导的，有家里亲戚的。哎，来了之后又哭又闹，各式各样都有。嗯啊，一会儿这儿，于老师心说：“谁会来领我呀？谁来的呀？”好家伙，一推门吓死了。啊、谁呀、啊？他岳父。哦，我媳妇儿的父亲。好，老知识分子。啊，那是有学问的，戴着金丝眼镜，西装领带。嗯，老头气得直哆嗦。哎呀，我看看他在哪儿呢？哦，玉谦，看见了。你做这种事情，你耻为人类呀！啊，哎呀，我打你吧，我下不去手。哦，骂你吧，我是个念书人。哦，你这样做，你对得起我的女儿吗？真是，老头手直哆嗦。嗯，警察赶紧劝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大爷，别着急啊。哦，你们认识是吧？认识，这两个压在一块儿吧。对，他也转起来了。都真事儿，说我都是真事儿。嗯，哎呀，这什么呀？这是，来来，扔过来，扔过来，给孩子的。这是给安迪的是吧？啊，搁这儿吧。得嘞，来接过来，接过来。哎，那房契啊，哇，真下本。好嘞，谢谢。哎呀，还有没有？嗯，我说了别花钱不合适啊。嗯，后边还有一个，快来。哎呦，我的快递到了。嗯，嗨，来收来，替我接一下。嗯，谢谢谢谢。哎呦，了不得了啊。还有，嗯，就放这儿吧。对，现在是收货时间到了。哎呦，嗯，行了行了。嗯，受不了了。哎呦，哦，给安迪那杯饮料，给安迪的。我拿回去就收了。嗯，来，就放这儿就好。哎，好，您就把放这儿吧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好了，快来！哟，这姑娘送花来了啊！这是家里没地儿搁了，给我拿来了，就都摆在这儿。哎，我够不着，来替我接一下，谢谢，谢谢啊！哦，也是给安迪的。哎呀，我儿子的快递都送这儿来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嗯，谢谢，谢谢姑娘啊，谢谢啊，那是给于老师的哈，一看就不值钱。谢谢姑娘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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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嗯，都是我的啊！哎，对对对，没人抢。那是那是啊，嗯，这个他们说是给我儿子，你留着吧。这说实在的啊，这就说明咱们真是一家人啊！说相声、唱戏、说书，不管干什么，跟观众到最后，咱们就是过日子。怎么叫过日子？因为到最后，它其实就是感情的问题，跟艺术没有关系。没关系，你看郭德纲说相声，郭德纲唱戏，不管郭德纲干嘛啊，郭德纲接快递，快来，又来了。嗯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哎呦，呼呼，了不得。哎呦，于老师的，哎，这可不是一般人。那你买豆汁去吧。哎呀，太开心了。嗯，什么？让于老师带上，别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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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带着你看着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袜子呀！
真的是袜子。那姑娘夸扔，你光着脚走的吧？谢谢。嗯，也就是说相声能这么快乐。嗯，你们要是看昆曲、看交响乐，嗯啊，你们芭蕾舞千万可别这样啊！不行，卡能让保安给你们扛出去，绑到树上打一顿。好，就我们这行是可以的，因为到最后，咱们就是感情问题。哦，观众要是认可了你啊，怎么都对。嗯，观众要是不爱看你啊，你怎么都不对，说什么没用。你就跟郭德纲唱戏似的，嗯，有的爱看，呵，郭德纲唱得好，嗯，有人不爱看，那说的一毛钱都不值，嗯，其实呢，他也不是说郭德纲好与坏，他就看郭德纲别扭，不喜欢，哎，所以怎么都不对，嗯，因为这东西就这样，说相声也是，到最后他要认可你了，你哪怕胡说如何如何，观众也认可，嗯，干这行首先要有人缘，有人缘就有饭缘，哎，对啊，这个很重要，以后千万可别送东西，这不好拿，真的不，嗨，你不像人家的帽子，人戴着就回家了，是吧？你看我刚看见旁边还有一行字儿，写的是“当然选择原谅他”。多大的心地善良，心地善良，这是一个多大的广告植入啊！这是哪个企业老板的帽子？谢谢吧啊，嗯，谢谢各位。这个青岛好像这两年来的不多，是啊，常来好，请到小哥不好噎，噎，嗯，了冒你烟。我还真在青岛这儿有一套房啊，真买房啊，有一套，我叫不上小区名字，你说我多废物啊啊，那我就记得，反正下了机场很近，嗯，啊。然后有时间的我还真是有时候过来住几天，嗯，最爱干的事儿就是买菜去，买菜，哎，离我们家不远有一个挺大的菜市场，嗯，哎，那会儿安迪还小，去年带他一块儿去，他最喜欢吃八爪鱼，哦，只要去了就到人家那儿挑八爪鱼，然后给他弄个兜装着他自己这几个八爪鱼，去年三岁嘛，自个儿拎着，然后跟他后边走，你们这儿出了各种大饽饽呀，什么炸咸鱼什么的，嗯，嘿，哎，真是很好啊，嗯，有时间我这多上这儿住来，找你们玩来啊！好啊，嗯，那个你要去辽宁去吧，嗯，啊，谁去？但是他要去辽宁，你告诉我干嘛呀？你想上哪儿上哪儿，我管不了这么些个啊！嗯，谢谢啊，嗯，那个这次来演出呢，有您认识，也可能不太熟，嗯，但刚才我下场上场是高峰的时候，我特别感慨。高老师，哎，你们各位都认识高老师，哎，德云社的中流砥柱，是台柱啊，嗯。然后我们是不是把这个帽子给高老师？啊，来，让他站这儿。老高，嗯，你的帽子来了。来，啊，这那个高老师是我师弟。嗯，这一晃来德云社也来了好多年了，十几年了，来的时候还是个小小子呢，那是啊，现在都谢顶了，哎，谢顶就得戴个帽子，哎，真感慨，嗯，真感慨啊！他十几年前对啊，闯荡江湖就闯荡到我们这儿来了，哎，后来来了跟我们这儿一个女主持人，俩人也不怎么就结婚了，哎，啊，也没跟我打招呼啊，跟你打不着招呼，结婚后来他媳妇儿生孩子给我打电话，哎，报喜 啊哥生了，呦呼，弟妹给您道喜，好事啊，就 对不起啊，是个女孩，我说对不起，哎，是男孩女孩不重要啊，谦儿嫂不是生了男孩吗，哎，对，好，他传遍去了，嗯，我们是个大家庭，是高老师为什么相声说得好啊，您客气，他师父厉害，哎，我有一个好老师，我们的相声前辈，对，王二，哎，师傅叫王二，行了，您搁这儿吧。怎么着？好家伙，哪有这么一位啊？王几？王几也没有啊。我师傅叫范振玉先生。我怎么记有个王几？不姓王。上崂山学哦，王七。对，王七干嘛呀？啊，王七他弟弟你熟悉啊？王几，这是我师傅范振玉先生。范振玉，哎，相声泰斗。哦，相声老前辈。对对，当年高英培、范振玉黄金搭档，这是很棒的一对儿，想是前辈，哎，火遍天下，嗯，啊，那倒没注意，哎，这不是捧两句吗？他，哎呀，那太厉害了，确实好，收了高老师，等等吧，老头80多岁去世，没错，是不是啊？嗯，
死之前这徒弟们都上医院看着去。那得看看。老头很安详。对。啊，你们都来了，我很开心。嗯。你们能不能别笑得那么开心？哎呀，我们都乐出来了是吧？啊，很高兴。后来老头去世了。啊，没有了。相声界一大损失。那倒是。灵堂的时候，高峰提议什么呀？师傅没了，咱们在灵堂不要哭。哦，不哭。师傅追求的是快乐。哎，送欢笑，给观众带来快乐，自己要快乐。我们呢？咱们用掌声和笑声送师傅最后一程。啊，这都谁出的这主意这？当间躺着他师傅，边上站着些徒弟们。这就是我们哥几个给弄死的，这是。啊，还有呢，徒弟媳妇跟那儿，嗯，呵嗨，还比心呢，比心，倒、啊、没点赞、啊、是吧？还有几个徒弟，哎，行了，行行行，啊，这是追悼会吗？还有俩人，对，你客气，我鼓掌。有一个徒弟乐得都背过气去了，呵，我们这厅里多热闹着啊，太开心了啊！然后火葬场的工作人员也纳闷，那什么味儿？这是不是该死啊？这个好家伙啊，没见过这样的。完事还唱歌呢，唱什么呀？啊，高峰带着打起鼓来，嗯，这些徒弟们咚不隆咚一咚咚，敲起锣耶，大伙儿哐个铃哐铃铃哐，还来俩耍猴的，推着小车来送货呀。唱到这儿，火葬场的工作人员来了，走，对，给他们提醒了。您都不像话，老头没了，没有了，就剩下您了。我是他徒弟，太好了啊！我们最后一次在舞台上，请于老师唱个歌吧，好吗？哦、哎，你是不是听着这个有点别扭？很顺当。为什么要说最后一次？对对对、啊，来吧，最后一次唱。因为于老师特别爱在台上唱歌。对对对。不，那个啊，还是假行僧吧，好吗？哎，随猫叫实在唱不了。来啊，假行僧唱几句。好呀。我要从南走到北，我还要从白走到黑。我要让人们都看到我，但不知道我是谁。假如你看我有点累，就请你给我倒碗水。假如你已经爱上了我，就请你吻我的嘴。真棒，高老师来一个。哎，我也来一个。来假如来来来来来来，我不来，你是复读机啊？您让我来什么呀？唱一个现代戏。哦，您知道我爱这个。刚才在后台唱了一句，跟他们飙高音来着，唱着、啊、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，就唱的这个，那个嗓子高的呀。哎呀，绕梁三日，这话怎么讲啊？绕着梁殿跑三天，呵，我看什么时候降价，那错不了啊。来吧，我给您出一主意。什么主意啊？我唱前半句，您接最后的高腔，咱俩一块儿来。哎，我来这要学那泰山顶上，我呢一轻松。对，您有个要求。你说，您起调的时候稍微高一点。哦，要不我唱着不痛快。好的，于老师，您给指点指点。哎，这可不敢当，您来吧，我听欣赏。哎，有，就到了。有，哎，怎么了？这是我们提点什么呀？从来不往心里去啊啊！我让你起高一点，不低啊。忘了是吧？高点。有，再高点，嚯、哦！有，再高一点。哎哎哎哎，对，高老师，我提醒您一下啊，啊，您请这调已经不低了哦，因为后边一翻八度是甩给您的，您得翻上去唱。到底跟你有关系吗？不是你唱，是我唱，您唱啊！还是的，他唱前的，我接后的，这里没有于谦什么事，我唱不上去，对不对？好容易来一趟青岛，我今儿让你啊，小刀拉屁股，怎么讲？开开眼儿、什么词儿啊？这就是你下刀的时候留神看是不是我的裤衩。哎，别惦记这个了，你高点，哎，再高点。再高一调，再高一点儿，有。哎呀，哎，哎呦，谁踩你肾了似的？来不了了啊，忒高了，反正尽你所能。有，啊，这凑合凑合，保持。学哪？泰山顶上。
一轻松，注意啊，啊，注意的呢。一轻松，啊，哎，小谭元寿，行了，谁跟你握手了？你这个、要脸不要脸还握手呢？还这不你先伸的手吗？我先伸的手，你就别这煽动观众了。我怎么了？唱多好啊！唱什么好？我听见什么了就好啊！我还让你认真听呢，没听见呢，你怎么？废话，您这都你都大便干燥的腔啊！是，就净这路形容词儿，你真是。我跟你说，咱白唱了。废话，没听见啊！人家都没听见什么？他呀，没听见啊！他没听见什么？他没听见，耳朵都震聋了。你看咱这嗓子、太高了，太高了，震耳欲聋嘛，太高了。这都真的假的？响彻云霄。我们再唱一个好不好？太棒了！穿林海，跨雪原，气冲霄汉。霄汉是我的。这回认真，我穿，哎，好，林海，咵，嘘，哟，飞子儿，哦，该我了，你来吧，脚汗，啊，这回怎么样？哈哈，这回让我评价一下是吧？比刚才强点了。哎呀，反正用个网络形容词来说您的艺术吧。啊，怎么形容？这个蛋疼。他嘴里没什么好词儿。不就这个了？反正就像话吗？你这都、啊、你是不是下刀的时候拉偏了？这嗨，我是往那么拐了一下，倒是啊。高老师，我们再唱一个好不好？我还上瘾了，我就爱跟你唱。哎，我也这么想的。哎、这俩人也不知道怎么说到一块儿去的。嗯，来吧，哎，行吗？可能是个武戏，哎，走，什么戏？这嗨，嗯，哎呀，你早点问，我忘了。你再唱一个，我给你编一个啊，哎、可以可以。《红灯记》哦，狱警传四郎好，我迈步出监，出监是我的啊，来，哎，行，这回一点声都没有了，嗯、哦，好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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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鞋，你穿着大四十二号吧？哎，对，没说送人。哎，这回怎么样啊？这回啊，精彩不精彩？不，你这还非让我评价一下啊？那我们挺尊重您的。得嘞，那我也跟您不客气啊。哎，太好了。反正您这个艺术吧，啊，这么说吧，嗯，这儿要搁一馒头，狗都能唱。哎，你们俩等我拿馒头去。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不是你这就这路语言废话。我跟您说啊，这叫艺术，哪有艺术？一般人来不了，谁都能来。谁都能来啊，非谁谁来，咱甭说别人，你能来吗？谁都能来，我怎么不能来啊？那太好了，大伙鼓掌，让他来一个。我到这儿，你来这行可以啊。这是谁来？你来，你说这进叫的什么意思？你来，真高了咱唱不上去，这玩意儿不出声还叫什么进呢？出声啊！于老师准备好了吗？问你啊，那个啊，您这玩意儿还用准备啊？什么态度？你喊嗓子吧，啊，哎，练练，哎，吃了猫头鹰了，哎，行，在家，哎，怎么裤衩味儿了？这是，别那么些，试一个调门吧，哎，啊，哎，你再高一点，啊啊，尽你所能吧，你学我就好不了，听着吧，来吧，开始啊，嗯，来了啊，嗯。一见公事到林间，朋友的本宫心心前站立宫门。来来来，来 ，please， it's your turn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他往这道谢来了，不是来谁买的豆腐脑？嗨、哎，豆腐脑，谁买的饼？来来，你们这太缺德了！你们逮谁谁唱，你说的我记住。不是谁谁你来这意思是你们以为我真唱不上去呢？是吧？啊啊，怎么样？哎，我就是真唱不上去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吹呀！废话，谁谁唱？你这句我也废话，这真叫缺德。来唱啊！本来这段调门就高啊，低的时候还往高了唱，那真高的时候谁也唱不上去。对，那个我可以试试。
你瞧，有型的。好，你试试，你唱，你唱前面，我给你接。嚯，我还给起调门，你高点给他起。听听好吧，嗯，来啊，高点。一见公主到灵间，不由得恭恭喜心前站立宫安门，真好。我干嘛呀？哎呀，太高了。你原来是不是在宫里上班？哎呀，别这么些闲话，再接我这个站立宫安门叫小凡。感谢青岛各位衣食父母的抬爱、哎、是能力一般水平有限啊，您各位就是捧我们，没错、啊、咱们就好好说相声吧，应该啊啊，挺好，这个大伙儿你们这么爱听相声，以后我们多来吧啊、嗯、好啊，嗯，有一个名词叫多来 A 片儿、哎、A 梦，哪有这么词 A 梦啊、嗯、这可不是一般的剧场啊，那 是吗？这是张云雷演出过的剧场啊。那个今天来的演员呢，有您认识的，有您不认识的啊。嗯，叫出来，大伙儿一块玩一会儿，好吗？他们打那边依次来介绍一下啊。嗯，我的快递啊，又来了，快来！哎呦呵，谢谢，谢谢，就放这就好了啊。哎，那个包不是啊？这废话。还惦记什么呢？啊，又来一个啊，又来一个，嗯、过来照相的可能是啊。谢谢谢，没有就别给了，姑娘不要了。哦，什么东西啊？给高老板的。哦，不许给，随便送东西。高老板，您的，啊、接您的快递。这姑娘又吃不了的快递。嗯，好嘞，绿色的手机壳啊，你说你们多狠呢、啊，这是啊。行了，可以了，谢谢吧。嗯，哦。哦，好嘞，行了，可以了，不容易，朝鲜族的姑娘这个，嗯，谁说的？打那边开始，头一位高峰高老板，好，旁边这个我的爱徒啊，栾敦平，栾怼怼啊，那是我徒弟，也是我女婿啊，李云杰，他媳妇是我干闺女啊。这个是我的儿徒孔云龙，这是你们爱的啊，我徒弟张鹤伦，那跟我徒弟郎鹤炎思密达，主持人是我师弟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，那个小白过来，给大伙儿唱两句，来两句吧，唱什么呀？好，行，大听大伙儿的，那就来一两句啊，大伙儿听听啊，会唱的就咱就一块儿唱。哎呀，我的天儿啊，和谐露脚尖儿啊，老师让我交学费呀、啊，我说等两天儿啊，没钱我光脚烟儿啊。外边飘雪花儿啊，邻家小妹瞧见了是眼泪含眼圈儿啊，她是我的心肝儿啊，起名叫小娟儿啊，闭月羞花沉鱼落雁，比我胖两圈儿啊，如今她有了钱儿了，给人当小三儿了。对，就是那娘们儿。哼，我说一下什么好？当然选择原谅。来来来，都往前站。来来来，咱们给大伙儿唱个大西厢吧。来，次日清晨，辞别老高明啊。
普救寺僧人都来奉行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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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！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！一心赶考，够奔东京啊！